一长、副一长、市长、李秘书长、各位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早。聚拢市议会第18届第11次临时会，现在出席达法定人数，恭请一长主持。好，我们林市长、李秘书长、我们副议长、我们叶秘书长，还有各位议员同仁、市府各单位主管、各位新闻媒体好朋友，大家早安。好，本席依地方制度法第34条第3项第2款规定，宣布本届第十一次的临时会正式开议。这次临时会召开的主要目的是审查104年度的决算报告。另外，各议员同仁也提出了12项报告4项，请市府相关单位进行报告。希望在充分讨论后，市府团队能够更精进市政建设。另外，还有3件事要向大会报告。第一件事，本会在全国22个地方议会的透明度评比中荣获全国第一名。本席除了感谢本会相关行政同仁的努力外，也要将这份荣耀献给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第二件事要向大会报告的是，我们的法制室已于8月1号恢复。法制室基主任是辅大，我们法律系和海洋法研所海洋法研所硕士。我们请基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我们另外市政府也有警察局、公务处和人事处新任局处处长，也请我们市长等一下帮忙我们介绍一下。最后呢，要跟大会报告的是，我们议事厅的大荧幕已完成更新，新字幕机也已安装完成，麦克风也因大家的需求已加高10公分。未来希望在新的设备的辅助下，本会能有更好的问政品质。刚刚叶秘书长已先宣读已达法定人数，现在我们请议事组宣读这次临时会议事日程。但在宣读之前，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市长介绍一下？好，非常谢谢议长给我们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几位新到任的局处长。首先是我们警察局王庆林局长。那另外是我们公务处张元良处长，张元良处长也是从副处长来升任。那另外是我们人事处刘正元处长。那刘正元处长算是回锅了，他从这个之前也担任过本市的人事处的处长，那之后到了 NCC 来当人事室的这个主任，那现在由于这个人事总处人事的一个调整，那再一次回到我们基隆市政府。好，谢谢议长，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议事组报告。议事组报告，本会第18届第11次临时会议事日程安排如下。8月22号到8月24号，我们在开幕式后，我们进行报告事项。那报告事项，刚议长已经跟各位议座报告，总共有12项。好，那请各位议座参考。8月25号到8月30号，我们进行第一读会及人席审查会，审查我们104年度决算报告及一般议案。那在8月31号，我们进行2、3读会以及临时动议，紧接着我们闭会。议事组以上就议事日程向大会报告。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大家对这有没有意见？我们杨时成杨议员。我当初提到的是，这个门。我们当初提到的这个第7点
第八点就是说中山一二路呢海侧工程已完成了，他说后面讲到说正在进行，不是在正在进行，正要进行是未来式，不是进行式，那将来是否会影响，因为是加上将来是否会影响，以上谢谢。我们各位议员同仁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通过，我们将这两句话修正一下哈。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报告事项，我们请议事组。对啊，报告第一案，我们请市府报告本会，我们请财政处来报告。谢谢议长，各位议座，还有媒体好朋友，大家早。第一案，请市府报告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暨第九次临时会报告事项第五案，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成果。报告单位是财政处，报告事项，本府各单位为市政建设及业务推展所需，积极研提计划向中央争取补助，截至八月十日止已获中央核定计划型补助有50案，金额合计11亿9194元。另因中央各部会各计划作业期程不同，尚有计划未获核定，本府将持续积极与中央沟通争取补助。本府另外于中央办理的智慧节电计划及地方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示范计划，因成绩优异，分别获得中央特别统筹分配税拨付奖励金811万6千元及3500万元，将纳入106年度预算，提升本市智慧节电及食品安全。以上报告。好。对于我们财政处报告，现在我们还请我们研考处。宋议长、蔡副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研考处针对第一案报告如下，针对本府在贵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暨第九次临时会报告之重点工作项目共有4大项，包含微笑港湾计划、基隆港东岸发展计划、基隆港西岸发展计划及基隆河和古廊带区域发展计划，经会诊本府局处相关计划的办理情形，来扼要说明如下。一、微笑港湾计划，经督发处洽基隆港务公司表示，目前微笑港湾的计划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预计在9月底会完工。第二部分是基隆港东岸发展，第一部分，海军威海营区西迁的部分，105年8月6号，行政院林权院长率部会首长访视基隆市交通建设时，在会议中才是请军方于8月底前提交需求给港务公司，港务公司一并纳入规划，并请港务公司积极赶办规划招标等作业，不得耽搁，以利整个计划在5年内使得完成。此外，货柜厂西迁的部分，亦请港务公司重新研议迁移方案，并与业者进行协调，避免影响基隆整体发展。二、全新打造中正公园成为希望之丘都会公园，重新成为国家级景点新地标。本案本府督发处已经完成规划案之工作计划文件，后续将依程序办理委外的招标作业。第三大部分，基隆港西岸发展。第一括弧一，推动基隆城际转移中心，本计划已进入工程细部设计作业，并为使本转移中心能够永久性使用，以提升市民候车环境之品质，本府于105年8月6号也向行政院林权院长提出需求，并经院长口头允诺扩充部分，若经市府评估计划可行，相关经费也将由交通部来负担。括弧二，基隆火车站扩大都市更新计划，本更新计划经行政院张景生政务委员在105年7月所召开的
盐商基隆市请求协助相关建设推动议题，会议结论为基隆火车站都市更新案后续同意由基隆市政府主导开发及主办招商作业，有关设置专案办公室及更新计划推动所需相关经费，请基隆市政府溯源提计划向内政部申请补助，本年度105年度以补助规划费600万为原则，106年及后续所需的经费，亦请基隆市政府一并规划提出，以纳入106年度的预算来编列。本府课征研提相关计划之中，以推动该区为海洋观光游憩、邮轮母港，振兴地区产业发展，重塑港区空间，建立以人为本的都市环境，再造港都风华，让西岸码头繁荣发展。花虎山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重整合计划，经文化局查明，本计划提案范围为大沙湾地区、社寮岛及基隆港西岸一带，借一个完整的区域规模叙述大基隆的历史场景及故事，透过本计划的执行，重现基隆特有的历史丰富历史与生活记忆，借此进行跨区域多元合作的模式与产业及观光的建联，吸引欧美及其他地区观光客群。本案经本府积极争取，已获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补助，并于105年7月26日来函，核定总经费为8亿2000多万元，中央补助1亿5000多万元，地方配合款2亿4000多万元。未来本案除进行环境改造，尚有观光景点及艺术村等等，将会让基隆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场景重现。第四，基隆河谷廊带，是基隆河谷廊带区域发展。新北市政府于105年4月28日生日行文同意配合支应经费，105年250万，106年经费是预算审议情况核实支应，并委请本府办理招商事宜。五，本府持续强力争取中央经费，经统计，截至105年8月10日为止，中央计划型补助经费核定数为11亿9000万余元。未来本市府仍将会持续与中央各部会、邻近县市政府加强合作，以建构更大的施政能量，让政策能够大步向前走，并于短期内落实成果，使市民对在地发展有信心。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张可辉张议员。大家早、当然了，刚才听的我们财政处啊跟研考处啊针对本案的报告啊，本席啊有几项啊问题啊想就教于我们市长跟相关单位。我想在研考处的报告当中啊，第三大项的第一项啊，有关啊基隆市啊城市转运中心啊，现在本计划已进入啊工程系的细部计划。我本席啊，想没有记错的话，本席在此次的第三次定期为市长施政总执行的时候，曾经针对我们城市转运站也特别提出来啊询问我们市长跟督发处。当初啊，本席提出的是说，城市转运站你是要做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当初市长你跟本席啊答复啊，还有那个督发处啊，督发处是答复是临时性的。市长你当初来答复本席的时候是说，我说万一这个被标到的你会怎么做，当初给本席的答复是说，到时候请厂商盖一个城市转运站给市政府。当初啊，本席就非常生气啊，当作是本席是幼稚园还是怎么样？因为厂商标到以后啊，2亿2000多万。当初本席是希望你能够盖个永久性的，但问题来了，我也肯定这段时间市长您的努力，在报告当中啊，8月6日。你可能也是直接向我们行政院长来提出啊，当初应该从你的报告资料当中啊，是允许啊你来扩充的部分
这个西部计划的相关资料、相关经费。但是这边含第二项的时候，现在火车站都更以后啊，更新计划已经同意我们市政府来主稿。那问题，这个就等于说球员兼裁判。那本席持合理的怀疑啊，你整个计划来讲的话，你要盖在基地上盖，盖城市转运站，是不是你整个都更计划你要重新来更改？那是不是整个计划又会延宕？这一点我希望啊，等一下市长是不是要说明清楚，到底未来在这个基地上原本的计划，在都更基地上盖这个城市转运站，你要让它合法性，是不是已经整个计划有所变更？那你什么时候能完成？是不是要拖延？这是本席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第二点，我相信整个基隆市在我总执行的时候也问过，也执行过整个基隆市河谷走廊廊带的区域发展，因为是卡在新北市、台北市还有本市。当初本席也建议，也问有没有一个主导单位，也建议是不是建议市长在相关的部会甚至督发处提出来，要有一个跨部会统一的一个主导单位来主导，不然这个计划好像一个乌合之众，没有个主导的机关来统合，谁听谁的，会影响到整体计划的开发发展。所以本席在这边，自从上一次总执行到目前为止也三个多月了，我不晓得市长还有我们相关的局处有关本案有没有在我们行政院还是所有的首长汇报里面提出来，有没有任何计划记录等等，这些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已经也三个多月了，我们不能只靠一个书面资料老是在那边玩数字游戏。这两点我希望本席等一下要听到你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明确的给我们市民还有本会交代，谢谢。好，我们吕美玲吕议员。主席哈，那个市府的团队大家好。在研考出报告的过程当中哦，可不可以详细的再告诉我们，威海云区这个西迁的部分哦，他们的进度是怎么样？他一定有一个进度表，不管你林权讲的哦，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也好，三年计划也好，即使是一年计划都没有关系。他每一个时段呢，他大概会进展到怎么样？哦，因为在这边的话，笼笼统统的讲一堆，实际上我们还搞不清楚。第一个，他要西迁，他的位置确定了没？什么时候会开始？好，然后呢？第一年是什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是什么？哦，这边都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如果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待会可以再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五年完成的计划的概？这个概算表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哦？一个进度表了，就是它的进度表什么时候可以规划好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监督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打造中正公园希望之丘，那我们想要知道中正公园所谓的希望之丘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未来大概的内容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哦。因为希望之丘很多啊，我最近到了澳门以后，我发现这个澳门有一个那个眺望塔非常棒，跳一次呢和台币10000多块，我们还认为好贵好贵，一堆的年轻人去跳自由落体哦，上去一次呢也要好几千块，还是很多人去啊。
如果我们中正公园能够盖这么一个，不管你是什么这个基隆之这个之塔也好啊，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太平洋这个东海啊，台湾海峡之塔，这个都很好啊。这个真的就会造成了一股的风潮，而且呢会带来真正的这个经济效益。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的所谓希望之秋，它给我们的是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内容，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另外一个，我们推动基隆市城际转运中心，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上回我们收到一个公文，市政府呢决定这个七堵转运站不要做了。我刚才就在想，耿辉兄为什么有关于七堵转运站这么重要不做了，耿辉兄怎么没有提出来哦？这个公文我们收到了，不知道耿辉兄有没有注意到七堵转运站不做了哦？啊，跟这个城际转运站是相抵触吗？不然为什么七堵转运站不做的这么重要？为什么会说这么重要呢？七堵呢，它是台铁，对不对？未来的高铁有可能，如果说我们有心，高铁还可以拉到基隆七堵来，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未来所谓的这个河谷哦，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基隆和河谷的话，也可以把捷运，也就是所谓三点共构到七堵站，这个也是中央之前的计划哦。我不知道说换一个政府或换一个脑袋会不会改变，但是三铁共构是当初哦的一个政策。那如果不实行了，这个推动基隆城际转运中心，它可以带动什么？因为你火车，我们现在火车像做那个像那个盲肠一样，因为所有重要的到了七堵它就停了，它沿到基隆来就是。我们过去在推的这个台铁转运台铁捷运化一样哦，所以呢你变成了一个转运站，你今天转运中心在这边。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它转运中心在这边，它可不可以把台铁这个捷运化，那才有办法啊。否则的话，你城际中心在这边的话盖得漂漂亮亮也没有用啊，车辆啊在这边交汇的不多哦。所以呢，城际转运中心跟我们所谓七堵的转运站被撤销有没有关系哦？等一下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另外，基隆市火车站扩大都市更新计划，105年有600万，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600万你使用的内容是什么？再来的话，市政府你提了很多推动区域为海洋观光游憩、邮轮母港。重塑港区空间，其实这些都是港务局必须要做的，跟我们基隆市你最多就跟他们讨论嘛，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你去智慧的，对不对？你不是基隆港务局局长，你也不是内政交通部长，你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做，或者是拿过来放在你这里，就像你刚才讲的微笑港湾，你市政府出钱了吗？不是嘛？要弄清楚我们的本分在哪边，非常重要的。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要问的是，请你告诉我振兴地区产业发展，你如何振兴？这才是重点嘛！别的人的东西，人家在做，你拿来当成自己的政绩，洋洋洒洒讲这么多没有用。这个基隆市火车站扩大都市更新计划里面最重要就要振兴地区产业发展，你如何振兴？请你告诉我们。另外，大沙湾的这个地区哦，大基隆历史展现，你要了这么多钱，我也想要问你哦，想要请教一下，这个105年他给了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经费？那给了多少经费？你们如何运用？因为我相信现在呢，在每一区都如火如荼的这个展开了跟文化历史文创有关的非常多的年轻人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是在干嘛？放烟火吗？玩得快快乐乐以后，它造成的地区什么样的，或者是它整体来看它有什么意义？
其实你应该告诉我们，所以你也不用告诉我们，你只要告诉我们每一年补助的这所谓的600万，或者他这个105年7月26号如果总经费有，那他有没有多多少少今年给了多少，你们怎么运用。还有基隆河谷也是一样，105年250万你们怎么用，哦，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我这边要表达的就是，我们零零散散做了很多，中央也给了一些钱，可是到底做了什么，你给了什么人，做了什么，其实这个才是重要的。不然呢，等到一年一年又过去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你还是写这个那么漂亮的东西，可是呢有没有改，有啊，当天晚上有改，那个放水灯的时候有改，大家说烧了好旺哦，有人说啊他怎么出不去出不去，没关系，反正烧了旺就好。后来呢隔一天才知道造成了水污染，海上的污染，这个沙滩上这么脏乱，对不对，这很漂亮，当天一个晚上，结果呢造成了永久没有办法恢复的这个干净，造成了这个海水的这个污染，造成了沙滩的污染，然后造成了一群人对基隆失望，拍拍手他不愿意再来了。好，所以在这边等一下我所询问的这些我们相关的规划，哦，规划的经费到底用在哪边，实质的内容在哪里，那请一并说明，谢谢。好，我们绿美玲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请蓝敏煌蓝议员、张耿辉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我想针对研考处的报告，我要提出几点建议，请林市长来做参考。第一个，两页的报告里面，截至目前为止中央只补助基隆11亿9000多万，我想这明显太少，也再次凸显出中央政府不重视基隆的一个老问题。那这一点，要提醒林市长一定要用心的来跟中央政府争取补助啊！现在中央地方都是你们民进党在执政啊，千万不要再造成基隆市对中央的不满。过去我们一直都府会有共识，中央就是不重视基隆嘛，基隆才会进步的这么慢呢。好，这是第一点，请林市长要努力的跟蔡总统好好的沟通哦。到目前为止，已经8月底了，你就任快满一年了，只给基隆11亿，不到12亿的经费。比起过去真的是差太多了，这点请市长要再努力的跟中央来沟通。那么其次我针对几个重大的计划提出我的看法哦。我讲林市长有抓到基隆未来要改变的几个方向哦，譬如说这个东岸的发展，过去我们都在要求什么军港的西岸移到西岸去，那么在上一届已经确定方向了，接下来就看林市长您的执行力了。那有关基隆港的发展，这个军港迁移的部分，我要提醒林市长，从你的报告里面我们得知行政院有指示军方要在8月底前要把这个迁移的工作计划交给港务公司。那我不知道基隆市政府你现在有没有跟港务公司确实的了解一下进度，现在已经22号了，还有8天就8月底了，军方有把相关的业务移交给港务公司的没有？哦，这点等一下请市政府说明。如果连这一点你们都没有掌握住，我想这个计划将来会成为纸上谈兵了。为什么？中央指定，国防部、军方都没有照做了，港务分公司也没有照做，那你基隆市政府干着急也没有用啊。所以有关于整个东岸的发展，我要建议市政府就是说你们要很主动的跟港务公司去追踪进度，因为所有的规划都是在港务分公司你若不跟港务分公司去了解去追踪，他们 delay 你也不知道，我们给人家提供更好的计划也不好所以这一点要请林市长要多跟港务公司，我们有一个平台要去追踪进度。第一个进度，等一下请市长先告诉本会到底8月底军方有没有完成移交港务分公司的进度？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我们就要跟中央讲要求中央要责成军方跟港务公司要以中央的指示来做不能纸上作业、纸上谈兵好不好？不然我们这个计划将来又沦为什么空谈嘛？好、哦，
好，第二个西岸城区转运中心啊，这个是可以大大提升基隆的门面，还有提升啊我们市民候车的品质。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旧火车站，你应该拆掉才对啊。就我的了解，新火车站的建筑结构已经包含未来能够盖大楼的空间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把旧火车站拆掉，你才能够把西岸发展成为基隆市的城际转运中心啊。新的火车站也才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看到啊。未来旧火车站拆掉以后，我们可以盖站体啊，那个才是基隆市都市更新最重要的一环啊。所以这部分我要建议市长啊，你也是要好好去思考，应该把旧火车站给拆掉，才有利于啊你未来整个城际转运中心的开发跟发展。那第三个最重要的火车站西二西三都更的计划，过去啊胎死腹中，那现在呢又回到基隆市政府来主导啦。那到目前为止105年度中央也只给600万，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规划案，补助600万够吗？绝对不够嘛，林市长，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再跟中央沟通，106年度你们自己要提出完善的计划，将来对公关就请撤回啊。106年度的计划要看你们自己的评估报告啊。所以等一下啊，也希望市长也来简要说明一下，明年啊，你希望跟中央争取多少规划费来进行啊火车站都市更新的整体开发，这最重要哎。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一届这个案子又胎死腹中。哦，反过来讲，这嘛是林市长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能够在你任内把火车站的都更推动成功，那将是市长最大的政绩啊！这东西给人期比来，能不能翻转最重要的机会，不能再错失了，好不好？好，那第三点我要肯定一下文化局哦，短短的8个月，提出一个所谓的大沙湾地区社寮以及基隆港西岸的整体文化环境的改造，非常好。哦，那也实质的得到了8亿多啊，各单位都要跟文化局学习啊。中央今年度到目前为止只给我们11亿多的补助，光文化局就拿到8亿多了，大家要好好跟文化局学习一下。那我也希望局长有这么多的经费，你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些文创跟地方的产业结合，多改造一些环境的改造，因为哦，咱基隆就没落哎。有这么多的经费，很多观光景点啊，你要用这些经费好好的把周遭的环境给提升起来，才有利发展观光嘛，好不好？所以本席再次的肯定文化局的努力，那么也期勉了市府各单位同仁都应该很认真的、很务实的提出你们的计划，然后透过市长跟中央的执政关系，争取中央的补助。时间再过很快，你看我们这一届啊，已经8个月了，第一年即将结束了。还剩下3年都可以努力，我还是希望在这一届这些相关的计划，包括东岸西岸中正公园火车站都更，都能够在我们这一届啊透过议会跟市政府的合作努力啊来完成，这样才是对市民最好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哈。以上说明，谢谢。
在这个案子中啊，也真的是要希望我们交易处长要说清楚。当初前一阵子本席接到公文是暂缓，让我们李议员说明不做，就有差别。第一点，等一下需要能够讲清楚。当然，没说清楚之前啊，本席感到非常的遗憾，市长。所谓城市转运站啊，当初本席也一再提醒所有台湾省，那个台湾省的所有转运站啊，只要是大站的，哪一个城市没有转运站？唯有基隆市。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基隆市想发展整个交通来讲，连一个大站的转运站都没有。更可笑的，这个案子是经过府会三读通过执行在案的。你既然上任以后，还有我们更可笑的是，我们交理处长上任没几个月，在答复本会的时候，更可笑的，因为人潮不够。哎，我问本会的同仁，所谓人潮是靠政府建设去带动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建设，没有办法去开发，怎么来的人潮啊？你怎么接夜市的百姓米啊归大堆的？所以讲到这边啊，我真的是一肚子火。市长，七堵区是副都心呢，你若是不同意两任的两届的陈朝前朝啊市长所定定的七堵区为副都中心，你可以大胆的用一个正式的公文，你把它否定掉吧。不然上任的还有三个月，你就满两年的任期过半了。诚如本席在总实行的时候市长讲的，你只字不提，你在基隆市副都中心你干了什么？对得起基隆市民吗？对得起本会的同仁吗？当初还是三读通过的，遗憾。就算市政府一样，为什么对我们两位的市长以前自己党的党内同志很不满？没有什么一作为强而有力的作为。一个新的市政府来讲，哪一个县市的市政府新的副都中心？新的市政府没有在互动中心了，请你告诉我，带动一个地方区域的繁荣，结果我们都没有。当初本席好不容易有4000多坪的基隆市的互动性，永安里那边有地下道，以前盖好的完完整整的，直接从市政府通到我们火车站的地下室。南港人家是怎么去发展的？松山、台北是怎么发展的？结果我们呢？大家都格局太小。基隆市永远就是这样子。当初为了提了本案，本席也谈过，不一定要盖在七堵区，大家凭条件。结果七堵区除了是市政府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七堵区，结果大家都不做，现在也没有办法做了，格局小。所以啊，本席啊是希望市政府，尤其市长，当初本席也对你期待很深。格局放大一点，前朝很好的政策你不要把它推翻，还是摆在那边不执行。结果听得真的是非常遗憾啊，一个号称台湾的一个大站，全台湾省东南亚最大的调度场，面积最大的一个铁路局，在我们七堵区也是副都心，既然所有的土地那么多放在那边杂草丛生，你有办法？你不是不可能啊，你整体规划啊，中央你有能力啊，就是放在那边。所以说我真的非常遗憾啊，尤其啊我也感谢我们同仁，那公事啊我真的还没看到，我希望交理处你等下说清楚。以上是本席啊真的是非常遗憾的建言。谢谢议长。
刚刚我们同仁讲是没有错，因为财政处所提出来哦，这个所谓的计划性补助案50案，那么我想这个50案总共补助11.9194万，那么当然是要列，最起码要列给我们看，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么在你们市政府哪一个局处，那么对中央的补助案，那么据理力争，这样最起码我们。那么在这个50案里面，这个11亿多里面，我想请教是不是有没有包括我们刚刚所报告的说文化局的这个中央补助5亿5000多万，5亿5800多万，有没有包括？这应该是大概是有包括，没有包括，那没有包括的话，那就不止这样啊，因为文化部已经7月26号来函，总经费8亿多，但中央要补助5亿多，所以讲照讲。到8月10号是要更多钱，不止只有11亿，啊，这是第一点。那么请等一下相关单位再做一个报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第二点哦，基隆火车站扩大都市更新计划啊，这我真的想不懂，是不是跟以前在张通龙当市长时代那时候，因为火车站周边都更发展这些计划是不是一样的？啊，如果那是同款，你当初那连休耍过，要招商到香港去，连续招商2次3次都没有人要来投标，那时候已经做到这个事，你当一定做到这款情形啊哦，还阁补一下哦，做都更，啊你重新阁开始，伊阁是同款火车站。扩大都市更新这个计划，是跟顶摆啊，咱顶摆政府做的心就同款啦。啊，那不一当初咱无在了做，结果做到后壁变煞哦。营建署提上去做呢，讲怎好，因为咱来在做，可能拢知影，顶届后壁煞煞的无在了，无在了招标，无在了有些，迄当啊钱嘛开袂少落去啊，都跟有钱嘛开袂少呀，结果付的，怎讲怎好迄个。内政部改革自己收回，要去办理这些路根的招商啊，那时候还叫做什么金砖计划，啊，是不是有同款？那么我相信应该，等一下我想也请市长或者相关单位能够说明一下。那当然了，我认为说哦，基隆市的公共建设的重大计划，那么并不一定说因为前朝。以前的市政府，那么通过，那么这一次的新的市府团队认为财政上有困难，认为说在当地说哦，因为人潮的关系，或是说因为土地取得的困难种种，如果说暂缓，那这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哦，这个我想我也没有话说。那如果刚刚正如我们同仁讲说，哎，必须要做，要怎么样做？并不是哦，一进三堵哦，非做不可。哦，我想这个也不一定是必须要这样的。哦，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如果对于我们基督这个转运站的问题，我想在承办单位的局处，我想必须要跟我们同仁讲清楚。要暂缓的原因是在哪里？哦，是因为人潮的关系。哦，你来讲人潮的关系，那我们同仁的看法是不一样。那么人潮是由我们市政的投资来带动，所以这么是一个税款啦，也有一种说法。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是必须要说，请等一下，那么承办的单位我想必须要说明一下哈。那其他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谢谢。好，宝贵意见。我们现在我们议员同仁还没人要发言，如果庄景田议员。谢谢议长哈，第一个哈，新的设备不错，而且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压力，同仁在刚刚讲哦，那你总务处再修正一下，因为这边听起来可能没风太轻，有点压力哈，我们会懂的，刚刚针对市政府向中央补助争取的这个成果，我个人的看法是给你肯定，但是几啊行你来去注意的事。第一个，你像讲威海营区，那西迁，
对咱基隆市政府本身基隆市民有啥物好处？这点你也去说明出。如果硬来讲啊，用钱了，咱的感觉好处在倒位？这咱来去讲个清楚。不，你看伊签五年要改三年，是不是对咱基隆市市政府本身的配套做得到？不，你若讲签起来底物件还是干不够的，咱得着啥物？这是一点我对市政府的寄望。第二点，像城市转运站过去的这个借5000万，新市长立起来，佫争取2亿1000万，这次佫改变3亿1000万，这是真好现象。但是你的时程一直拖，老百姓一直感觉讲新的火车站开放了，并无感觉较舒适，并无感觉较方便，所以这点你应该加强你的时程。我你一直改变，无一定后续的会议，你阁感觉讲，我要阁加一个5000万出来，你阁改变周边的。就这个讲话当年嘛有讲，你旧火车头是楼较好，还是拆掉较好？你即摆一直在改变，所以这个计划一直延，我老百姓袂感受到讲，基隆市政府在做啥物物件。其实你的计划真好啊，未来看会到真空旷啊。所以这点你要去注意。后来火车站的都更问题。火车站都跟咱家己市政府到底咱的善款是偌济？90%以上拢是别人的。你要接来主导，你有啥物主张讲有法度比中央更加好？还是讲伊敢讲啊？中央无法度招商，由你基隆市政府已经发包了。所以这几点应该市政府啊加强脚下步啊，做较紧的，互老百姓感受得到。我定一直在期待基隆火车站啊，已经新的开放了，无感受到讲。带来给老百姓方便。最后一点，市长你就聚集了甲一句，交通甲注重基隆市火车头甲港务局这个周边，我一直呼吁基隆市安乐区基金1236礼拜四的塞车会惊死人。昨我要走一个行程，4:30就入去，5:40才出来。亲像这款的交通建设。你拢无重视着周边的各区，你拢无较重视讲啊，应该倒位爱需要加强的所在，应该去加强。无你亲像讲金山万里，啊，咱经过咱遮，除了要过无楼梯，佫煞停伫遐嘛走无路，这是真可惜。基隆市政府应该亲像这款的交通建设，市政府爱去加强这款的方向、这款的需求、甲这款的需要，应该爱提早来计划，唔是干顾伫车头。这当然要去做，但是各区的交通建设应该也要加强，这是本身的看法。好，宝贵意见，我们议员同仁，看没人要，刘强要有议员。谢谢主席啊。这个案子啊，我们当然案由是，请市政府啊向本会报告，就理事长就任以来，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的成果，按原因是这个啊，按原因应该不是偏重什么城市那个什么转运的，不是这个。我认为啊，基隆长期的发展缓慢，就是没有产业的，就是没有产业。那经过长期的我们基隆各界的一些的基隆市民跟基隆社会。各地的各方的主流意见，基隆所应该发展的产业也应该是朝向观光休闲发展产业，这个基调大家都没有变，但是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成果，经过了好几任市长都没有很好的成果。所以说我想呢，我刚大概看了这个报告，他当然总共呢向中央争取了将近12亿的经费啊。其实这个，它这个整个的基隆的发展计划啊，福建发展计划大概分为东岸发展跟这个西岸发展的部分。所以说，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火车站的扩大度更新计划也好，或者说历史场景再现整个计划也好，这个是让基隆的未来的整个观光品质提升再度提升的一个很好的关键所在。一个很好的关键所在。
对，人听讲说来家人，啊，唔知要看啥，干那想一直想庙口咧，对不？基隆在台湾整个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又在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台湾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叫我们叫福尔摩沙了，对吧？福尔摩沙不是在安平喊的呢，是在北部喊的呢，是葡萄牙船经过北部东北角的时候看到这么好这么漂亮的地景地貌，水手很高兴地喊出福尔摩沙，其中咱家较水比人家较水呢。西部海岸平缓无奇，只适合养殖业，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大的观光效益啊。所以说我认为说，把整个基隆的过去会让他说故事，就是这个计划本席是持正面的态度了。而且以前历任的市长都没有，都一直想要发展观光，但是都没有抓到重点，好像没有目标的。像中央政局的经费都是零零散散花掉，都没有一个整体的重点式的旗舰式的计划，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啊。至于说我们之前呢，很多的这前任市长他规划了什么什么什么，现任市长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啊。如果要照单全收就不用政党轮替啊，这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啊，民主政治像政党政治基本的观念啊，我要照单全收的话，我干嘛要政党轮替呢？所以说我们观念应该是要改变过来了啊。我们希望的现任的市长跟他所带领的团队，针对基隆目前迫切需要的，把中央所争取的经费用在最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建设上。这才是能够帮助基隆产业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跟策略，对不对？啊，至于说我们有没有人潮，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你基本的东西做好了，你身硬体软体做好了，有故事性有可看性，行销过自然就有人潮嘛，自然就有人潮嘛。啊，人潮再多，最近在抓什么宝可梦，你就跟他比吧，比人潮吧。他们现在搞红专栏，昨天有很多这个网络上面都报什么北投什么公园，人一大堆，车子都不能过，那也是人潮啊。所以说不要迷信人潮了，好好的把基隆建设好。所以说啊，本席认为说了啊，这个将近十二亿的经费啊，从东岸跟西岸发展，正好配合市长的市政的主轴，就是微笑港湾的两边的发展。这我们应该给予支持的，对吧？要做代志，两个人来个支持的啊。以上，谢谢。好，我们八个人次的发言，我们议员同仁还没人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我们休息五分，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风测试，声音会不会很大声？这样可以啊，哦，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 ，OK 嘛？哦，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俊兴，有，怎样？麦克风声音还太大是吧？不会啊，现在杨议员的还好。啊，你听那个杂音有没有？目前没有。没有。轰的声音呢？我这边已经调到正午，目前没有轰声了，也没有轰声是吧？啊，现场的声音大小怎么样？太大是吧？不是，不是用议会麦克风的声音呢，跟这个我讲话的声音，喂喂，要用那个议会的麦克风。到十点钟方向了。百公测试，百公测试。他刚才十二。A。磊哥，是。他刚刚那个桌上那个旋钮啊，大概本来是大概转到快十二点，二点钟方向，我现在给他转到十到十一左右了。你用麦克风试试看，他那个声音，现场的声音，看听起来怎么样。不一样，对了。Test 试音，麦克风试音。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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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喂。喂。Hello， 一二三。喂。喂。一二。哎，降降。哎。二。喂。哎。哎。Hello， 一二。哎。大一点，大一点。喂。喂。哎。哎。OK。喂。哎。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哎。哎，喂喂，二三星，你再把杨时珍的那个麦克风打开看看，试试看。一二三，杨时珍的麦克风。蔡哥，你再试一下杨时珍好吗？喂，一二 A A， 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一二三，一二三四，麦克风测试，一二三，一。阿姐，阿姐，你那给他调到十二好了。其他麦克风的声音应该 OK 吧？A， 麦克风测试。A，Hello， 一二，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进行现场麦克风，
可以吗 ？OK。对，啊，阿姐。张议员的，哎，长官，调麦克风，喂，一二 ，A， 哎，喂，一 ，A， 一二。哎，他这个就可以那个，哎，喂，一二 ，A， 六，喂，他是越小越大，你要上一点点，应该我觉得。六啊，那你要调十二哦。不用，没有八了，六到就是二十八了。阿姐，好了，不要测了，要开始了。那就到十二啊。蔡哥 ，OK， 要开始了。好，我们针对第一案，我们请我们财政处，然后督发处，还有研考处、交理处，好，你们陆续的补充报告，谢谢。好，谢谢议长，谢谢各位议员关心哦。那就是这个所提的11亿9000多万元的计划型补助，这是属于核定，已经有核定数字，那。明细的部分对不起，那我就请同仁已经在制作当中，我下午会后我会补给放在各位议员的桌上。那另外刚才有提到说文化局的8亿多的部分，因为它还有部分那个计划要修正，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入它已经核定的范围内，所以那部分并不包含在这11亿里面。以上报告。研考处，谢谢各位议员先进的垂询哈。因为刚刚我们研考处主要针对这个各个主要的相关业务单位提供的资料来做会诊说明哈，所以我们还是建请是由督发处、交旅处、公务处跟文化局涉及刚才议员垂询的部分来做说明会比较适切。我们议员同仁，需要不要研考处处长来跟我们说明？请督发处。好，议长、各位议员，那个有关督发处的部分跟各位做报告。那刚才张议员、吕美玲议员跟蓝议员跟那个苏议员、庄议员、议员、尤香议员有相关的事情，我就综合去做用案子来回答会比较那个部分。那首先有关西迁的部分，那因为西迁的整个的权利义务主要是在国防部跟交通部，然后我们去做协调。那目前有督发处在做中间的这个窗口跟协调。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8月19号国防部内部其实已经就刚才的事情做内部的细节资料的联审的作业，好，然后这个作业今天下午应该会跟交通部做讨论跟初步的草案的订定，所以他就是刚刚讲的是8月底要有一定的那个内容跟相关事情，然后之后他们之后已经要成立交通部跟国防会用军港迁移的专案办公室合并一起去做，好，这样子，然后这一确定之后，港务公司就会报交通部，并转行政院去核定框列所有的
去计划跟预算啊，这个当然是刚才相关事情西迁部分跟各位议座报告，尤其旅院的垂询部分。第二本是扩大都市更新的部分，为什么叫扩大都市更新？其实刚才有议员已经有提到，第一件事情前三次没有招到商，第一个是市场不确定，市场内容不确定，第三个是要他负担很多的公共设施，好，所以厂商就这样子说，所以就没办法招商成功，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现在邮轮客跟上次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状态也没有被评估进来啊，所以市场跟财务这个部分，然后也是在营建署自己在开的委员的会议，就说你目前的计划的原来他们那个计划的内容跟范围是没办法可行的，所以必须用扩大度跟把台铁跟相关的交通部的相关东西重在一起再去试算一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现在要交下给市政府来办理这部分，就是600万的部分。那其实这部分我们一来之后，每两个礼拜我们内部就一直在晚上都在开会。那现在我们跟转乘就是今天晚上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就会开会，甚至把交通部的长官尽量请他们来，然后我们请他吃便当一起来讨论，来去陆陆续续去推动。那他现在有几件事情，除了刚刚讲的财务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情是他现在地级线跟都计划线也不重合，所以这东西我们自己能帮忙的我们也赶快去做，所以我们慢慢以就是这些困难点我们就一步一步把它去做相关的厘清。第二是它的公共设施在这一块，例如停车设施、交通的那个长期的长期这东西，它一块一块的做，那一块一块做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浪费，另外一个是其实未来交通会不会打劫，这个东西都没有，就所谓的交通量的规划跟相关东西没有去评估进去，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必须纳入去协调跟去做，所以那个交旅处的长官跟科长都会持续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东西的部分。那第三个是开放空间，就是那个旅客来那个通勤的部分，开放空间跟动线你一定要顺畅，那过去就卡在这个不顺畅的部分，那我们希望这些顺畅可以去做。那这涉及到因为基隆地形又是高高低低起伏，所以基本上的地形跟地层跟高层的相关资料也必须很准确，那我们也很努力在做这部分。那所以第一年度600万是105年度给我们这个600万去做我们像刚刚这个东西，其实初步我们都有一些资料陆续的在还没有预算，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业务能量来做。那600万之后会有专业的人来协助我们更快速的去做这样的部分，所以600万内容大概是这样。那106年度我们正在估，因为我早上才刚开一个会再去估这个东西，那请议员给我们时间，那个这个我们会估106相关的事情。好，这大概是相关扩大都更的部分的内容。然后第三个部分是那个希望之丘这个部分。希望之丘在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第一个，它应该是我们基隆未来的一个都会型的公园的这样子的准备来去做。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上去啊？上去怎么便利？就是所谓人本跟这相关，还有不同点的串接必须是很舒适跟很相关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再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地形跟相关的东西，过去的高层中的不准确，我们也想尽办法那种。像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整已经整得差不多了，好，那我们这个会去做。那这个是这一次我们希望去做。那刚刚其实李议员建议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他提出一个有创意的事情，在这一次，因为过去做法大家就是你把环境改好，就是现有的状态改得更好这样子。所以这部分我们是在这部分会去做。那在金融合股的部分，那个张议员其实讲得非常的对，这也是我们正在去做的部分。其实在4月8号那个前行政院长来的时候，其实也听到我们这样构想，他觉得这个国家真的要来帮忙，所以其实我们陆续跟国发会跟营建署有在讨论相关的这个整合的机制，那这个正在讨论当中。那但是那个预算执行我们还是说去做执行，那这个第一件事情我们是正在做。那另外是那个垂询说那个旅院垂询说内容的部分，大概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河谷，那我们在基隆这部分其实工业区最多，仓储工业区最多，那这部分就所谓工业试点，你的政策跟中央资源怎么进来。第二部分是这个旁边的整个运输系统其实可以再重新 review， 所以我们要希望看这个运输系统的相关事情看看是怎么样去做。那第三个是新北台北跟我们这一块的都计划过去没有重合整合的动作，那我们做这一块的重合整合，这就是我们相关内容里面这最重要这三大块的东西会去做。当然另外是基隆河谷这自然河谷的这些环境的改善跟环境的联系，这我们会
会继续持续去做。以上是有关督发处的相关东西做第一次的报告，谢谢。好，我们现在请交旅处我们说明，谢谢。没错，那各位议长，各位议座大家好。那针对各位议座垂询的哈，转运站的部分的话，那其实有一点就是刚才庄景田庄议座讲的，要想清楚这部分哈。其实我们转运站想的就比较仔细一点，因为它是在基隆的核心的地方哈。那整个来看的话，为什么要转运站？我们要临时，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连中央都赞成，我们要改成永久。就是当初的都更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只想到都更我要做一个转运站，就这样而已。那并没有想到他要做这个转运那个都更区域的时候，他这个做要3到5年。那我在整个核心区有50000多人每天的通勤旅次，那我不可能50000人不搭车，所以才会当初在申请的时候，我们在顶板的部分做一个临时的转运站。那正因为是他能够让未来的都更变成可行，所以营建署也非常支持，甚至营建署的正式会议记录，他要求我们要变为永久的。所以我们是从1.5亿改成2.1亿的永久的，是朝这个执行。未来的话，我们永久的话要希望是增加到3.1亿，这个包括我们整个顶板的候车空间要足够，然后因应那个基隆的那个多雨的气候，我们的整个那个棚架也要搭起来哈。所以这个部分就先跟议座报告。那另外刚才南明皇南议座也指示到哈，就是这整个旧站要拆除哈。事实上对铁路局来讲，他认为这个后面他是要都更用，所以在没有都更之前，他不赞成我们旧站把它拆掉。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认为就像南议座讲的，我们拆掉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很开朗的，马上直接可以看到海。但是我们当初提这个意见给铁路局的时候，但是铁路局那边是不同意，所以我们现在是用公路总局的经费去申请，让这个旧站把它整个 remodel 起来哈，让我们以后门面会比较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转运站的部分哈。那另外就是张耿威议座有提示到一直很关心这个七堵的哈。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是在7月22号我们正式回文给议会这边哈。那其实我们当初在那个之前，我们也找了12家的客运业者去哈，那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边七堵盖一个转运站，有没有进驻的意愿？那一定要有先有一个需求嘛。那其中有在当地有路线的，包括四公车，还有基隆客运，还有一个现在叫新北客运哈，那他们都认为没有意愿进去。所以我目前为止哈，我们是那时候回文，我们是讲说没有设置那个通勤型的，好通勤型的那个转运站，因为现在每天的通勤的旅次，事实上在那边利用转乘的，事实上是不是很多？那尤其像比较像安乐区那边，好像暖暖区，那事实上他们就暖暖区那边1026、1021，他就直接上高速公路。安乐区那边也是9026就直接上了，那可能就是只有七堵区本身到台北，那本身的话它很多就步行距离就够，所以这个通勤型的目前来看了哈，它是比较没有这个需求。但是因为它这个八地号的部分，国有财产署它明年它就办理那个设定地上权哈，我们希望它能够顺利开发这个商业活动的时候，那就是像刚才张议座有提示哈，有那个整个商业起来的时候，有助于这个商业开发。我们那时候就希望我们的旁边的七地号这边就可以一些多目标使用的那个开发的想象就出来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未来就是商业还有交通的这个双赢。那我们也可以去说服这些业者说，哎，这有商业活动了，你可以进来。以上。好，有关于三个局处，我想已经跟我们说明，我们议员同仁还没有。好，我们蓝敏煌蓝议员，我们吕美玲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我想针对都发处啊，刚刚针对中正公园希望之丘的报告里面啊，我有一点建议。好，我想整个中正公园能不能全新打造完成啊，寿山路的拓宽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好，我希望你们能够针对寿山路的拓宽去做思考。那我第一个建议啊，就是迁移卫生局。过去我们也曾经建议卫生局啊应该迁移，因为地点影响了整个中正公园的发展。第二个，整个现有的卫生局的结构也太小了，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好，我想基于这样的原因之下，我建议啊，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我们要思考把卫生局做迁移。过去曾建议跟市立医院啊一起联合来迁移改建，这是最好的。那过去虽然没有追踪成功，未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
寿山路如果不拓宽，中正公园啊很难发展。为什么？一线况啊，游览车在那边一转弯啊非常困难，而且啊很容易塞车啊。所以说啊，我第一个建议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中正公园未来的改造，第一个建议就是把卫生局迁移在寿山路的路口处来进行拓宽，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交旅处的说明啊，针对拆救火车站，过去啊我们一直以为是林市长的意见，那处长你竟然说是铁路局的意见，那我就要进一步的来建议了啊。铁路局反正早晚都要拆嘛，为什么不早点拆？拆的对基隆的能见度、基隆的观光绝对是正面注意的啊。各位去思考一下，旧火车站如果拆除以后，新火车站的面貌啊就一目了然啊，游轮的旅客一进来就看到漂亮的基隆火车站啊，就是我们新的地标啊。啊，既然是如果是市长的意志啊，那我就比较用不同的方法来建议。那既然是铁路局，我就不客气啦，市长你应该跟他沟通啊。那我在想铁路局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时候拆，应该是现在还有一些租金收入嘛，是不是呢？那我们不能因为铁路局因为这一点小小的收入影响整个基隆市的发展啊，你们应该积极的再跟铁路局透过我们的立委去向中央反映啊，配合基隆的整体发展，旧火车站应该立即拆除啊，对基隆的发展观光才是有正面的效益啊。更何况你刚刚的报告里面，火车站都更案已经又回到基隆市的手上啦、啊。我们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求他旧火车站拆除才对啊。好，以上两点建议，希望市府再努力，谢谢。好，我们现在请吕美玲吕议员，我们张耿辉议员请做准备。大家好，刚才有关于交旅处报告，有关于这个城境转运中心，还有这个火车站扩大都市计划变更里面哈，说实在我还是搞不清楚你到底包括你所谓的三年，或者是你刚才讲的一些东西，我真的听不大懂哎。因为你说哦，过去因为只是为了这个转运中心而做，然后没有想到很多，那你现在想到很多，可是你究竟要怎么做你也没有告诉我们。就如同刚才我们蓝议员所讲的那个旧火车站为什么不拆，其实那不拆关人家什么事情？旧火车站不是已经移交给我们市政府了吗？旧火车站不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市政府不愿意让人家拆的吗？旧火车站不是一直都是因为市政府的自轴才会造成现在一直留在那边吗？还有因为现在新的火车站已经盖好了，你周遭的话哦，周遭包括停车的位置，你也还到目前为止你说有三万辆还是五万辆，你刚刚有提到，那你究竟要怎么做？包括这个基隆市火车站扩大都市计划这个更新计划也是一样。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你们目前好像做了一个，就是把这个阳明文化馆周遭还有那个港务局那个海关那边周遭的人家本来还可以停车的位置，你们好像把人家都废掉了，废除掉了，去挂了一些哎呀文创啊什么的啊，漂漂亮亮历史文化古迹，你造成了人家停车没有办法停车，这就是你们现在想要做的吗？不是吧？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交旅处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的问题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去上面做规划，可是你下面你都还搞不清楚，老百姓要的是停车的空间，老百姓要的是这个行车的顺畅，你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弄好。你刚才讲的这个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好，之前不对嘛，之前笨嘛，之前白痴嘛，没有关系，问题是你现在怎么做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想要怎么做？你一步一步，你计划要告诉我们嘛，不要空谈，空谈是会误国误事的。所以呢，等一下你还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城境转运中心你要不要做，你要做你要怎么做，然后呢你现在初步遇到现在我们基隆市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停车要上下班停车的问题你要怎么办，你要做的时候你这停车的问题你怎么一步一步去改善，你要告诉我们这些啊。
你不是告诉我们之前怎么样，我们也知道之前怎么样就没办法，所以就变天了。市长口号讲要改变，改变我们改变是希望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不好，哎，对不对？如果你的改变是在上面这么样改来改去，对不对？随便花了钱改来改去，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越来越辛苦，那我们干嘛要这个改变？我们希望墨守成规啊，对不对？我们希望像过去一样啊，至少没有更坏。所以你是不是还是交警处是不是还是告诉我们城区转运中心怎么去做？嘿，以前不对的，现在你怎么改？还有火车站的问题，就是现在整个火车站问题，上回我讲嘛，一大块，然后你把它变成三块内部内裤嘛，本来又可以做成好好的西装的嘛，这个西装布，对不对？然后你又不去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对不对？那个台铁有台铁意见，那个这港务局有港务局的意见，结果呢就是大家的意见就是三个，然后呢大家各自做自己的内裤，那现在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告诉我们的是你怎么的啊，调和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火车站这个扩大都市更新计划赶快做好，不然就一直烂在那边。新的火车站都已经做好了，新的火车站做好了，为什么我们都还没有动？那刚才蓝议员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那个旧火车站到底什么时候要拆，对不对？你要告诉嘛，人家盖得那么漂亮，你把火车站就挡在人家那边，多丑啊！这才是问题的症结点啊！你一直不动那一块，你到底是要怎么利用？旧火车站到底拆不拆？隔壁的厕所都拆了，你就赶快拆一拆吧，不然就一直挡着，挡到大家都上下都不行，都不方便。一个那么漂亮的火车站弄完了以后，所以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市政府在作怪啊。所以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好，谢谢。好，我们宝贵的意见，我们先请张耿辉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啊，张耿辉发言。我想啊，交警处长啊，你刚才你回答本会的同仁啊，包括你说你找了几十家，是哪几十家？希望你会后把记录什么时候找他们来，那各业者的电话甚至代表通通留下来。哦，这是第一点，你找了几十家都没有意见的。那本席觉得很遗憾的，你是一个主管岗位啊，发展观光的几乎你占了大部分，连一个我们的基隆市要发展观光休闲，连一个专车都没有。我不晓得你这个囡仔在算还是从啥，连一个哦，不然就实施以后没有办法去先导，做不下停了。那是我们在前一阵子的市长，阿贝喜欢让他发电观光啊，哎，臭西郎呢？人家一打电话，阿丁家有观光那个专车有经过吗？我不知道要让他答复嘞。当初我不晓得我们交警处长李处长，那一些游客坐高级列车下站七堵溪大白长龙游览车规排的蛋，没有一个空间让他们那边停车，事在人为啊，很多在推行的时候会有遇到很多阻碍是没错。可是啊，基隆市啊，让我感觉到啊，真的时常说要怎么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想在督发处，你刚才也有关基隆市河谷的、啊、河谷走廊那个整个开发案啊，相关会议你也认同应该有主导单位。本席只是说在这个三个月当中，包括市长你本人有没有针对本案在首长汇报，行政院的跨部会也好，你一定要提出来，因为一定要有统合主导的地方，不然就是好像有乌合之众，没有个主导机关，我也看不出你们的答复。
第三点呢、啊，我想也建议我们本位的同仁啊，本席啊已经世界的，从来啊都很温和的跟同事之间啊，但有时候发言当中啊，我也建议啊语重心长的，不要语重啊带话，甚至自己啊指点指导，你要怎么雅兄对白，怎么去支持啊，本席没有意见，不要啊把议会的气氛啊到时候弄得很糟。本席啊世界的第一次再提出来，那本席还是一再的提出啊，你要怎么去支持贵党都无所谓，所有同仁的发言你也不要去给他指正还是干什么，因为这我们不是教室，是议会。有纪律问题啊，我相当啊是由我们议长来主持，其他的我是希望啊而后不要有类似事情啊，不然议会到时候会很不平衡。以上是本席啊语重心长的建议，谢谢。好，我们杨时成杨议员，然后洪生勇议员，请坐过来。好，好啊，不好意思，我跟各位，现在已经十二点了哈，我们下午再继续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下午请准时。需要联络，知道吗？